蓝蓝的天空下，田野中稻穗上洒满了金色的阳光，芳草依依，溪水潺潺，鸟儿在树上欢唱，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一片生机勃勃，放眼望去，青山绿水，使人心旷神怡。这是千岛湖自然农法生态村，位于千岛湖西南景区，坐落于江家镇旁的一个小山村。生态村的诞生源于当地政府倡导成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和协助。目前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出现了全球性的大问题，为此我们邀请全人类各界人士到生态村来参观考察，来学习观摩，携手迈向道法自然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里的村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相同的理念。生态村村民旨在法天则地，跟大自然学习，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过耕读的生活，学习老祖宗的高等智慧。老子《道德经》，《道德经》的智慧与应用，《道德经》妙解等高心灵系列课程为主要课程，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心灵品质，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了悟生命的实相，直接去阅读活生生的大地风云经，无字天书，并学习着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着过顺天之道的生活，尊道而贵德，人与万物是同舟共济的生命共同体，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互相帮助，不分你我，资源属于大家共管、共有、共享，团结和谐，一起分工合作，没有争、夺、抢，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内心知足，安详自在。村民用自然农法顺天之道的耕作方式，尊天敬地，用感恩心、爱心来耕作，不使用杀草剂、化肥、农药，善用杂草，自己留种，掌握种子就掌握命脉，保护土地，让生态多元化。他们在一个生态和谐，没有污染，空气清新，充满了芬多精的天地里，内心很单纯，快乐的耕作，快乐的玩益智游戏，体会天地父母的话语，知恩感恩。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幸福与喜悦，其乐融融，愿意奉献付出，有成果一起来分享，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你好我好大家好。现代社会一直在追求物质化、科技化、急功近利，人类用自认为很聪明的方式违背天之道来获取财富。农业方面，农民为了省力，被教导成把杂草都铲除掉，大量使用杀草剂、化肥、农药，覆盖浇磨，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耕作方式严重污染土壤、水、空气，整个生态环境快速的恶化、酸化、沙漠化，结果农产品品质也越来越差，这都是在伤害我们自己，也在伤害蹂躏养育我们的地球母亲。植物、土地是有生命的，我们可以将心比心，融入他们的世界。在这种环境下，你的心情有何感受？就像在充满暴力的家庭跟充满爱心的环境下长大的小孩，
它呈现出来的人生格局和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人类真的需要早日觉醒过来。自然农法的农作物与草共生，与草共舞，它们吸收天地日月精华，充满了活力，活在爱的世界里。这些土闻起来是很香的，里面又有很多的微生物、小动物在帮忙松土，让土壤发酵，是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在保护地球，在养育人类。小孩从小就跟大自然连接，农具和泥土是他们的玩具，与植物、动物快乐地玩游戏，与大人一起劳动、学习、观察，他们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就会很强，还会主动去关爱、帮助他人。从小就在大自然环境里面自由自在地翱翔，快乐地学习，快乐地成长。基本民生必需用品大部分都能自给自足，饮用的是甘甜的山泉水，吃的是自己种植的健康美味的食物，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利己利人，制作手工皂、酵素等洗涤用品，净化环境，煎饼、包饺子、天然泡菜，大家一起分享，品尝不同风味的各色美食。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唱歌、跳舞、奏乐、练习书法、星空下萤火虫飞舞、青蛙、蟋蟀合奏夜间的交响曲，村民知足感恩，回归淳朴憨厚的生活，过着一村一天堂的世界。But everybody welcomed me very warm-heartedly, and I felt really good as soon as I came here. And yeah, the nature around is very beautiful. lessons and full of energy and wisdom and good vision and open to experiment with wisdom through the practice.That's very important. Theory and practice together.欢迎各单位组团来参观体验，欢迎复制推广。顺天之道而为，我们一起用实际行动来构建美好的社会，美好的生活。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绝，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祖先，给子孙留下一个绿色健康的优质地球，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携手共建幸福和谐的生态家园。